亲爱的乡亲，和咱楼顶照楼卡，阿母照阿爸，大家做伙来参加，赶紧注疫苗，保护家己，嘛保护大家。那我讲约好啊，那拢无人是走队。啊，因拢去注射啦，我无看拢找无人，我赶紧来去注第三剂。大家好。因应最近疫情又开始上升啊，鼓励说有打满两剂新冠肺炎疫苗的长者，打满三个月，尽快再去接种第三剂的新冠肺炎疫苗。那根据国外的研究有显示出来，就是大概打完两剂疫苗之后，过了大概半年左右，它那个保护力会渐渐的下降。那但是如果能够在两剂打完至少三个月到六个月之后，再接种第三剂疫苗追加剂的话，可以马上把那个保护力再冲到90%以上。那住院的那个保护力以及死亡保护率也能维持在高档。65岁以上长者接种新冠肺炎疫苗，包括第一剂、第二剂以及追加剂，中央有提供500元的商品卡。凡涉及嘉义市的长辈，嘉义市政府额外追加500元商品券。啊，请尽快接种疫苗，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。我已经注射这 COVID-19 疫苗了哦。注量好，爱多喝水，多休息，保持运动的习惯，提升自己的保护力。第三剂疫苗，早睡早起，然后多喝水，跟生活跟往常一样，早上上课，下午上课，晚上还去运动，甚至于假日还去玩，都没有觉得怎样。你们打完了第三剂疫苗了吗？赶快去打，到5月底还有1000块的那个商品礼券可以拿，赶快去哦。